洛杉矶呢这几天山火，这个天都是这种黄色的。今天呢出来看房，见识了一套奇怪的房子。咱们视频里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特别的高，那么咱们现在从房子里面看一看。我已经上到顶楼了，顶楼呢是三间卧室，咱们往下走，这是下面的一层厨房客厅，而且呢它还可以走到邻居家里面去。咱们看完了客厅之后继续下楼，这底下呢就开始山路十八弯了。如果你觉得下了这个楼梯一拐弯就到下一层了，那你就错了。你看，拐了一个弯，然后拐了又一个弯，现在呢还在继续拐弯。这个房子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公寓，而且是一个高层的公寓，但是有自己的楼梯，把车库和大门放到了一楼。看完了这个户型，我算是彻底服了，非得每一户弄一个楼梯吗？你说这个楼里得有多少楼梯呀？而且呢让每一户的大门对着这个大马路。大家见过什么奇怪的户型呢？欢迎留言聊聊，谢谢您的观看和关注。